好，很多人出国旅游呢，会买便宜机票，但问题是买了机票却没有位置啊。现在有旅游业者呢，自创中文订票平台，跟国际的定位系统合作，虽然不一定是最低价，但是保证有位置。出国旅行爱比价，现在又多了一间廉价航空可以选择。韩国的釜山航空直飞高雄，首航价只要7000出头，背包客可以趁机捡好康。不过想找机票，以后不用一家一家问，有旅游业者首创了中文的订票平台，颠覆传统机票需要补位的概念，直接帮你搜寻网络上有机位的票价。他先把所有 database 里面搜寻有位置的一个机票。在有位置的架构之下，他才陆续把价格由低到贵呈现出来，让看得到位置就订得到票，把上网订机票变得跟买衣服一样简单，锁定的就是自主性高的商务客还有背包客。台湾还蛮多背包客，他们有些人是害怕英文的，如果他可以这个界面然后都是以台湾的就是中文来操作，或许可以减低他对出国的一个障碍跟恐惧。不用依赖国外的订票网站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低价著称的廉价航空资料库里还找不到，相比到最低价还是得多花点功夫。